非常清晰而且全面地阐明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我们的立场。那么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，中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。我们一贯主张维护和平，反对战争，这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，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。所以我们会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，本着客观和公正的态度，独立自主的来做出我们的判断。那么我们不接受任何外来的胁迫和压力，我们也反对任何对中国的无端的这种指责或者是猜忌。